咁啊，啊對話對話，係唔好意思啊。你玩佢啦，冇裝置。咁啊，呢首歌係想送俾一啲大人聽，因為咧，其實喺點講咧，我即係喺香港呢咁嘅呢個社會咧，其實好容易你嘅思想扭曲咗，即係你可能會想為咗揾好多錢，享受啲物質上嘅生活，而講好多嘅大話，唔單止係套咗呢個咁嘅生存方式俾自己，亦都將呢樣嘢教咗俾你哋嘅下一代。咁其實小朋友想要嘅其實好簡單，可能係一個很切嘅擁抱，一個真誠嘅對話，或者一啲兑現到嘅承諾。咁啊，希望呢首歌可以送俾所有藝善嘅大人聽，送俾大家對話。Come on!